神翻车成长记，上场演讲是杜门里、卡老师还有凯。好，那因为他们两个真的都太强，我觉得我们这局就不要，我不问你们觉得谁会赢。我现在想了一下，感觉就是现在16的话，就是很紧张，感觉就是看到。对，因为我觉得他有感受到压力，就是看到其他的对手也成长起来的这种感觉。那两面已经准备就绪，让他们各凭人道，战斗开始。好，那这一局已经来到我们今天比赛的尾声。对，这边的话，两个人决出胜利的人，就将对战刚刚胜者组过来的老吴。对，然后就要去挑战秋风了。是的。哇，想了一下，就是我们静静好像把就是要夺冠的前很多票的选手都干掉了，好像。对，他这一次的话一路走来，他其实在胜者组是对战老吴，所以他刚刚跟老吴亲手交手过了。是的。然后再面对马杰又再次的获得胜。对，所以其实真的是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好，今天16今天表现本来就很好，上来把大卡和晴空俊乃搬掉，然后这边的话留下了一个钢手和这边大卡，还有这边角都。这边的话忍者六都 OK， 看一下这边密卷还好，这边密卷没有什么太出众的密卷。好，这边看一下大卡选择什么密卷吧，他选择个虫窝蛋。应该还是想要坚持自己的套路吧。对的，这边静静选择了鬼灯笼和八连火，这边选择水一元和，而且考虑之中有可能有挖掘想法啊，还是有黑科技吗？好，选一个炎龙。那就明妈的话，应该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应该选一个先手的技能。剑上面的话怎么说呢，我感觉应该这边带土带地走效果应该会更好一点吧，因为防出镜的效果上来说地走可以办好，也不一定，因为防出镜的话炎龙应该也是一样的，而且还能打出个浮空。是的。那么这边的话看一下这边静静这边一个钢手怎么打吧。对，其实16这边如果可以拿到鬼灯的话效果会更好，因为对面两个一个锦风里一个杜门里，一个钢手，两个突进忍者都是竞争的，都是必须摸着你来打。那他可能会觉得，这让对面拿到土窝蛋会自己更难受。对的。他可能就是把土窝蛋给自己拿，然后背面。好，这边这边看一下吧，这边16的大卡能打出怎么样操作？战斗开始。好，左边静静，右边16，好，开成一个团战，下一个就土窝蛋直接补了一个点。对，好了，这边的话，这就小心点了。还好吃到点了，可以。来，八连火，这非常强。来，再吃到一个，好，烈旋风，我们为烈风扫起来。对，水，水，一秒三，一点。哎，这个保护先保掉。够吧？哎，这边一个连接摸到。哦，好，水，放到位，放在脚，好。好，水，这边不动，然后这个雷击就倒了。倒的好快啊！对的，直接出一个保护，好，发点火，然后打到这边蹭个洞，非常好，好，我们连起来，一二，喂，是，哎，这边快点保护，是，对对，雷切，雷切到，然后保护中，中了，应该，对，好，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大威，飞出来，好，雷切直接跑，雷切走，然后下面再来个触摸，好，对，漂亮，最后一个雷切，最后一个触摸的，秒杀，打他个洞，可以的。你们的话有点麻烦，这边刚手的话看一下，再来开场，哎哎，没事，还好，雷切，雷切，接过这边，鬼灯笼，好的，这边快走，好，一个走，再等一个技能，开这边，哎，这边接下来，然后这边接一个带球装的动作啊，对的。战斗开始。好像撞没撞到位置，再能扎一下。贴脸直接被一个鬼头，好险啊！来，又到了，水一点，好，又是个普攻，哎，又到了，哎，反正又到了，抓到了，好，这边 A， 好，又是一个抓起的普攻，大威，没什么悬念，没事，继续抓，接上来，继续 A， 是老 A， 再抓，好，又抓一下，没抓到，又往下抓，好，这边的话一个大招要带走了，漂亮，我为我心里冲进去。
勝負あり。戦闘開始。那双方试探一下走位，后面放线好，来这边顺，哦，放线上，画一个背后的一个啊，然后接一个背后的圈，哎，这边的话想要挡到，其实这边挡到的话就赚了，对，然后这边挡了是也不亏，对，好，来这边，哎，小妹，哎哎哎，小妹放一下，这波是大师是吧？哎。啊，这波听你大失误了，他这个话不是他起手到了，结果他缩起手了，哎，又是个失误，又是一个大招，走，哎，打到了，哎哎哎，还能哎，我神奇了，哇，这神奇了，小猪真的厉害，本来以为是个空大，结果突一下震到了，然后还反过来接到两个技能，是的，好，他。一把更激烈，感觉手都搓的手都麻了。现在我感觉他们两个都贼紧张的。对的。尤其十六，其实他一开始上来，因为金刚已经在台上打了一把，然后十六就有一点压制他的节奏。对。那我觉得他可能进阶会比较难受一点，不过我相信他还是可以慢慢的翻回来。像是中间他也有稍微抵抗一下。嗯，对。不过可能就小小的失误吧。对，后续的失误有点多。对，不过这还是重新的第二局看看。对，两局加油，有机会。那目前是十六拿到第一局的胜利。好，这边的话，左边十六，右边静静，然后左边十六选了之风罗海螺，还有景野，还有奇葩天天，然后右边的话是大主斯文里小李，还有永端景野。预阵的话，右边选了一个水龙卷，然后左边是罗海螺选了一个风沙阵，配一个闪电。然后小李这波的话还是可以的，这边中快点吧。然后密卷的话，这边感觉静静拿了一个先手的水龙卷，这个水龙卷拿的不太好。对，这边的话，两个大火外罗还有一个疾风景也都是不依靠，对吧？不输出的。是的。纸包天天的话，还是我感觉这个操作性的十六这一手纸包天天最后还是拿了一个成功印，反正他们都喜欢纸包天天啊。对。戦闘開始。哎，这边开始用火，哎，可以上来，直接上来，那个伤害。哎，这边小艾被打到了，哎呦，又来 A， 哎，我疯狂 EA， 对，伤害还倒地了，好，哎，还好，还能下，不行，哎，还想 A， 哎呦，哎，行，别封箱了，哎，这个中，这个中是走，对，哇，难以置信这波，好，大招，大带走，是大熊，哎，哇，这边的话，这个石榴就不会在那边一 A 双方。那石榴的吃风完了，确实玩的很好，对吧？感觉有点被 A 闷掉了，感觉。对。好了，啊，不会烧。哎，这边可以，这边出现 A 大好 ，A 叶旋风这边打两个洞，疯狂打输出，哎，这边倒地了。对。好，这边刘大老师这样子直接很稳，绝对手。好，然后这边等你手。喂，发力发力手。哎，这扫雷这边没到，没到。太绝了。戦闘開始。这边目前进行大油啊，发言火再高一点，闪电，打北极的，还有这边空大，完了，这波有点伤啊，三大威，四大威，五大威，六大威，十大威，八大威，九大威，哎，这边还在下，对，哎，啊有，换到了到外面去，踢到外面去，对，正好撞在外面那个爆炸方上，好，这边，哎，这边电了一下，哎，这边。这边的话还是一个，对吧？就是一个闪电电到你了，对，电到到，好，闪到了，来，好，有高点，有高点了啊，哎，一二三，哇，这闪雷非常稳健，往外踢脚，漂亮，可以啊，这就是他们可以对对手的失误去很好的去掌握住，戦闘開始。哎，这边的话上来两中道，哎 ，A， 然后左转连着转到，到，哎，这边的话留个小四点，好，十八个点，但这边的话还是被这边替身秒击的六元里，接着刷了个普攻，好，这波这波可能需要伤了，对吧？好，好，接出来，哇，非常的痛，来，来，哎，好，这边的话好送下来了，好，好，八连火，哎，看一个替身。
哎，这边的话有锤子，一起来，疯狂的普攻，这边这边一个长盾，对，好，喂，这边的话这个不中，疯狂的普攻，对，上拉到一个，来，上一下，可以，来，保护，住了，对，冲，神，这不灵，我一起来，那把这边占了一个八六头带走了。Nice， 好的，两个人目前战成一比一平。刚才，小李跟十六的说，十六是哪里开始失误？为什么一直没有奥义？因为他上来的话是奥义斩杀，然后奥义斩杀之后，你不要觉得你杀了一个人很赚，然后奥义斩杀之后只有一个点，然后你这一个点如果被对面打到，你替身掉，然后对面骗掉，没有了，对，会处于一个就是没有奥义点的状态，对，然后后面就发现他大剑就直接送掉了，然后第三个人怎么算？我感觉喜欢天天这个忍者吧，你看小马哥跟他们都喜欢用，但是其实用出来的效果，你觉得不好是不是？我觉得不好。可是那刚刚他们的选择中还可以选谁？也是，好像也没有别的可以选了。对，没得选了。对，好吧，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一场的吧。哦，这边有个霸体的暗卡，我发现了，他们打到至关重要第三局的时候，后手的霸体概率非常非常高。就是从秋风那一局开始到后面，对吧？乌鸦，然后后面的马杰那边开始，就几乎就是后面第三局就这个霸体概率很高啊。对的，你看他们好多局都是就是第三局至关重要的一局，然后或者就啪突然拿出来一个霸体。是的。哦。但是他们这个也是运气的一种嘛，对吧？对，这个、因为他们左右边是一开始他们猜拳，对，所以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决定他在哪一边。是的。这边的话，一波霸体的暗卡应该很凶啊。然后这边拿了个雷光牛来的大河，然后斩公波的疾风景眼。这边的话是蓝石兽林的左井，然后这边的话是泳装鹰架的福报，然后最后带了一个真公波的小佐助。对的，在马这边都是 B 线比较多一点，基本上都是见不到 A 跟 S 级的人物。好的，那左边静静，右边十六，战斗开始。双方很稳，都没有放技能撞人。是哪个大人？掉！弟弟率先发现，哎，这波神剑刀到了，还是被放中了这波。哎，高操作，对，杨顺仪，哎这边，哎变技能，骗不吃你的骗。对，我们就 A 了。哎，加油！好，这边的话，弟弟被不死的铲过来，对，也变杀死，好过去。给一些，哎，你好，他铲到了，普攻，威起，先普攻，把气开起来。好，不会接到，抓到了，可以，可以，好，一个雷电上去，雷电接到手，斩杀，好，一波的果断，好，哇，非常果断，我感觉现在，现场的氛围，他们两个打起来的那个氛围已经颠倒了，你知道吗？战斗开始。我去，好，这边一个直接空跳。打，好，过来一点，好，骗你，哎，这边闪，又没有中，大招，哦，完了，这边大招，你斩杀了，哇，可以啊，nice， nice， 这里并没有拍出来，可以对吧？贪霸，对，叫他贪，贪，是的，哎呀，不对呀，好，不要着急，战斗开始，这边要拿到奥义点，对的，好，好，现在不知道，斩了奥义点到，啊，可以，又，哎，跳高一点没打到，没关系，啊，骗到替身了，对的。海军头条，打飞哦，一下，打得很痛啊！是啊，哎，桥这边，哎，可以，可以，这边一个土炮拉走，哎，这边，喂，这边保护了，哎，哎，又锤到了，没跑，桥，哇，非常的痛，是的，他不会起手，他们都不会，哎，这边，被套住了，打，我这边锤一下，三，哎，这边，这边打了大炮，啊，打了，哇，是一个大炮。Nice！ 怎么办？我觉得现在十六压力巨大。对，真的。加油！战斗开始。这边还有机会，这边的话只要想办法骗一个点，对吧？左右两个技能还可以，还是有机会的。对的，只要不着急的话，还是有机会的。好，哎，这边别到，别到了，好，这边我们好，哎，这边别到，别到了。好 A， 好来就是好 A， 哦，他技能被怼掉，还好不算很痛，求稳求稳，对，一口老火没喷到，哎，这一口老火有点，好尴尬，对，好抓到，哎，躲掉了，
来一句话，带劲走哎、欸！还用？哎，这边还用？没打飞机山，而且没有技能。哎哎，到了一个技能，哇！哦，这小细节，是吗？都好紧张啊！但抓对方就还是心不小心失误了一下。是的，战斗开始。还就用过这个动作，后摇，但是没有举手到，有点可惜。对的，好了，变技能，来出现，好了，好了，哎，摸到了，好，变技能，你出去，好，这边超受尾化，丢出去，一下，球星，还又是一个技能，好，这边给你两刀，再摸，哎，这边，哎，摸到了，摸一刀，两刀，两刀，两 A， 继续两 A， 两 A， 非常的高 ，nice， 好，做保护，整个动作起来，还是这个篮球的线，哇，这边带走。这边静应该现在非常冷静啊！哎，好，选到了，出去的一个超级尾花哦！我的天，收割而立。好的，我们这边是恭喜静静2-1，获得了这场的胜利。我在想现在静静的心情如何，因为他总是不怎么有表情，对，而且他真的很淡定，对，但是他特别看起来很像很安厚的人，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内心很澎湃，你知道吗？而且问你，现在打比赛在打冠亚军的时候，你心情会很澎湃吗？你会不会整个人的表现在外在？他们肯定会，应该多少还是有点紧张，对吧？肌肉加紧张。但是我这么讲吧，肯定比之前打现在好，因为你之前的话可能会面临一轮游，但是现在已经冠亚了，对吧？是的。虽然讲冠军的荣誉更高，那我最起码最快也还有一个打，对吧？对的，很放松。好，那么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刚刚这场精彩的回放。选手和解说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比赛。哎，在昨天呀，我又给大家预告了一个 S 级的忍者，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对，我听到啊，下面已经有忍者回答了，就是佩恩天道。佩恩天道呢，在今天也就是1月8日已经正式上线了。但现在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告诉大家，因为现在我要把佩恩天道送给大家。好，进入我们的抽奖环节。只要大家在我们重燃记的页面上留下祝福，这份幸运呢就可能会发生在你们之间。好，那我们看到啊，我们今天祝福墙抽出的奖品是圣诞球舔一个，新年佐助两个， A 级忍者小南一个，还有刚刚我说的在今天1月8日上线的佩恩天道一个哦。好，那接下来抽取第一位，开始，停。好，恭喜第一位 QQ 安卓17区的六晴雨潇潇同学获得了我们的圣诞雏田一个。这个圣诞雏田呢，也是全球限定，只有在《火影忍者》手游才会拥有的形象，恭喜你。好，第二位开始，停。
系这位 QQ 安卓2527的影月。好，第三位开始，停。哇，恭喜这位 QQ 安卓27的宇智波，今年鹿吧杀鹿的鹿，鹿雪。好，这两位呢也是获得了我们新年佐助。新年佐助呢还没有上线，这两位朋友呢可以在新年佐助上线的前两天获得。好，接下来是第四个奖品 A 级忍者小南一个，开始，停。哇，来自 QQ iOS 1267的极高游离子，恭喜这位忍者。我们的 A 级忍者小南以后在决斗场上再也不怕迪达拉了。好，那接下来马上揭晓的就是最后一位，他将获得 S 级忍者佩恩天道，他究竟是谁这么幸运啊？我觉得台下的忍者们也都是非常期待，投予了特别期待的目光。那我们现在开始，停。哇，感谢这位，看他的祝福语啊，听说现场还有周边拿，我要去重燃机现场。哎，这位朋友有没有在现场呢？好，这位朋友来自微信安卓27，叫梅县新县城，恭喜以上五位忍者。好，那接下来呢也会由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联系您，主动把奖品发给您。好，谢谢，也谢谢在场的各位忍者们，线上线下的忍者们为我们送出的祝福。那接下来最精彩的冠亚季军争夺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有请解说。